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导演的爆料时间。今天导演又来爆料新角色了啊，就是这个新监管者红夫人。恭喜第五人格再添一名女监管者啊！先来看一下外形吧。哎，还挺好看的，一头白色的卷发，外加一身红色裙子，看起来像是欧洲贵族的服饰。手上呢还拿着一把玻璃刀，可以可以。就是这裙子显得她的屁股好像很大。可能是故意想要为了撑模型吧，不知道大家觉得红蝶好看还是红夫人好看？单单只是看这两个头像的，当然觉得红夫人好看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来看看技能，外在特质呢是水镜，红夫人释放出一面镜子产生镜像，本体和镜像的动作完全一致，镜像可以对求生者造成伤害。这个镜像的行动原理呢，就相当于大家在照镜子一样。临接技能呢是镜影，红夫人召唤出水镜并且生成镜像。再次点击技能呢，可以跟镜像交换位置啊。对了，红夫人的镜像呢是可以被求生者看到的，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会莫名其妙被人打震慑。一阶技能是使水镜自动转向离红夫人最近的求生者的方向，这个呢是方便红夫人及时调整镜面的位置和寻找求生者。二阶技能呢是加强了临接技能的能力啊，可以生成一个最靠近求生者的镜像。好了，技能就说到这里啊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就很疑惑，那么这个监管者到底强不强呢？还是挺厉害的，带上底牌加一刀，前期利用技能进行位移，可以很快的找到求生者并且进行突袭。守尸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放一面镜子，本体出去堵救人位，打一刀再利用镜像换回去，也不怕求生者绕无敌点，放镜像去追击还能无视障碍物。不过红夫人还是一个走地流的角色，刀呢有点偏短，所以导演建议呢是带上闪现，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打出效果啊。当然想要玩好这个角色呢，还需要一定的空间想象力啊，毕竟这个镜子怎么放啊是个难题。几何没学好的小伙伴们要哭了，没知识真的是连游戏都玩不好啊。溜啦溜啦。